我先讲话啊。看你们的表情，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。因为你们的表情从那个僵硬，然后到现在会这样。哦，有呢。我刚刚看到好几个观众从头坐在这里，好感动。我还要再老话一句，旁边的朋友过来这里坐一下，一直站着那个脚会酸啊，坐一下，这边很多位置。后面的朋友，哇，还是你们哦，耶，对岸的，那里是哪里？台东大学的，来。应该是 OK 的。好。刚才那首没有准备好，好，现在要唱的是结婚曲，这是部落美男子的歌，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有，好，有就好。
给我吧，请给我吧，我愿意。运动来的女朋友，谢谢，快点，好，谢谢蜜豆奶。嘿吼哈，好，后面的朋友还有位置哦，快点来坐一下哈。旁边的照相照过来这里，好漂亮哦。好，我接下来要带来这一首纪晓君的《呀呀呀》，它是一首母语歌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哈。那个表情不要再严肃了，爸，都来到草地了，还在严肃。